谢谢奶茶，晚上好，你叫我什么东西啊？谢谢玫瑰花。看，我终于穿到了正常的衣服，衣服换了能不换吗？你穿那个你过夜呢，在这儿，穿旗袍在酒店里面干嘛呢？谢谢荧光棒。想念紫薯，那你自己买了自己穿，行不？谢谢荧光棒。什么要干架了？对，我要去打架了，谢谢荧光棒。我现在很生气，谢谢玫瑰花。因为我没有吃东西，我生气，谢谢奶茶。谢谢巧克力，谢谢荧光棒。谢谢你的用爱发电，你发电了，也制止不了我的生气。谢谢，那个是什么东西来着？没看到，谢谢荧光棒。为什么现在叫荧光棒，不叫应援棒？谢谢荧光棒。对，我在点外卖，已经点了。谢谢奶茶，谢谢夜蝶，谢谢夜蝶，谢谢巧克力。啊，谢谢礼物，不能应援了，谢谢巧克力。那可以荧光吗？那你们可以荧光吗？不能应援，那你们就是可以荧光。那你们选择什么荧光色呢？那你们这个人就是荧光的呀。谢谢荧光棒。五颜六色，谢谢荧光棒。改了名字，你反光，谢谢荧光棒。我刚刚才反光呢，我手上那油真的是油的反光。对，我现在在开会，你们给我坐好了，别说话，听我说，我要给你们洗脑，谢谢荧光棒。一般别人开会，公司开会都是这样的，上面人在给洗脑，洗完了你在底下听完了还是那个样。谢谢荧光棒，洗脑，就给你脑袋洗洗呗，就要洗脑，不然你想怎样呢？你为什么要从床上穿啊？你躺着。谢谢荧光棒，谢谢奶茶，谢谢叶蝶。不，我不洗头，我又不是洗发小弟。谢谢巧克力，我没吃呢，等会儿吃。谢谢玫瑰花。哎，他上得来吗？他自己？啊，他上得来，他不用那个，送那个外卖的。什么？下周捡垃圾。你说今天旗袍什么来着？那旗袍，哇哦，哇哦，只能这样，懂了吗？意思，一切就在这个哇哦2个字当中感受。我看到他，我内心就是这样，哇哦，没了，结束。谢谢荧光棒。紫薯不，它里面是花，还不能叫紫薯，它是紫罗兰，真的是，它是花，懂吗？没有被压制，就真正的成为了走路机器，就是一般说机器人咋走，就是这么走的。谢谢荧光棒。不，后面太大了，这整个那个衣服都是 S 码的，穿我身上还是显大，我觉得我我没什么可说的，就这样吧，就结束了。就那么点就玩很大，你们这不太行啊！这算什么？谢谢荧光棒，谢谢玫瑰花，就那么点开口，至于吗？没见过世面啊你们，平时衣服不都长那样吗？对，没点东西是真穿不了。但是我说的那东西呢，是指
驾驭的那种 hold 住那种感觉的嘛。我没有说其他的，主要我也不知道你们想的是哪些其他。谢谢荧光棒。没有越听越不对，只是你自己的思想不太对，也该整治一下了。现在查的紧，懂吗？脑袋也要先整治一下。怎么卡住了？窒息。我被卡住了，我刚刚的表情肯定很白痴，没卡了。那可能是我，你拍我干嘛呢？你没事拍我干嘛呢？你给我过来。就是那衣服真的，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只能这样，就蛮好的，很不错，很能体现，没有，也体现不了什么东西，体现我很白，就没有了。谢谢巧克力。东方神韵是什么？很古典，对，我很久没有穿过的。我觉得它有点像我之前玩的那个剧本杀，只不过我选择的是白色的这种。我没有在驯化，就是你自己感觉你是在驯化，我说还要这样子，懂吗？我没有驯化，你们都一个一个听好了，谁驯你们了？就是不要这么卑微好吗？谢谢你的荧光棒。对，不要说一些我没说过的东西，害怕，这人就是怕被恶剪。谢谢荧光棒。我不缺秘书，我缺秘书。谢谢玫瑰花。教导主任还差不多，你没有见过那种辅导员啊，不是，班主任从背后走过，我就很适合那个。而且还要戴了眼镜。谢谢巧克力。缺员工，我不缺员工。谢谢玫瑰花。看得仔细吗？我不用看，我一个眼神过去，也没有人敢看我估计。谢谢巧克力。太吓人了！什么？你是铁扇公主？你这什么意思？你是铁扇公主？好自恋啊！谢谢玫瑰花，你怎么自己说自己是公主呢？你怎么这么自恋呢？谢谢荧光棒。铁扇不是公主，她不是叫铁扇公主吗？谢谢奶茶。什么今天晚上睡厕所？为什么呀？谁呀？你自己睡。你是枕头公主，好恐怖啊！你是红孩儿，你要红孩儿要穿肚兜哎，红色的。你要不穿这个，你算什么红孩儿？谢谢荧光棒，谢谢奶茶。我没说怪话，我这个算说什么怪话了？我并没有说什么怪话，好吗？谢谢你的皇冠，我没有说。想多了好吗？对啊，不是我说的呀。我珍惜直播间，应该你们珍惜直播间。谢谢那个叫什么来着礼物。什么散发思维？那你们思维有点可怕。就我不太懂这些东西，我这个人比较单纯吧，就是不太懂，不太了解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平时听的也很少。谢谢荧光棒。平时在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们队以前就是我们都不说这些东西。谢谢荧光棒。什么叫我最好是我？难道不是吗？谢谢荧光棒。
对，换一个 MC， 快换一个 MC， 你们自己要努力一点。谢谢荧光棒，谢谢您的皇冠。梳子没有拿到吧，我也不知道，我还没看呢。谢谢奶茶，你心里有点数了，谁呀、啊？谁心里有点数啊？我吗？我心里要怎么有数？什么？什么？什么？那边不是有水吗？你偏要来到我这边。上货了吗？上哪个货？你指的是哪种货？谢谢荧光棒。哪种货？就是有很多种，你是指哪一种？哪一方面的？产品？不去西湖，谁去西湖啊？这么土。反正我明天不去。去，我最好是，我要是不是那又怎样呢？我要是去了那又怎样呢？这不很正常？我都去了几百遍了，也没有几百遍了。我可以在西湖门口，我不进去，行了吧？我要去打卡，不是打卡，我要去打卡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青蛇那一块，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记得西湖。西湖当然有门口了，哪个没有门口？嗯、我要去雷峰塔下收妖，我要去收妖了，明天懂吗？谢谢荧光棒，谢谢荧光棒，我要带一个东西去收妖，收小白，不收小白，谢谢巧克力。我收哪一个讲怪话的人，就是你们，谁讲怪话，谁在我这直播间里面讲怪话，我就收谁。收你个红孩儿。什么？先把我自己收了。方便收自己，我为什么要收自己啊？我又不是妖怪，我为什么要收自己啊？你意思就是说我是妖怪，对吗？是这个意思吗？我讲怪话，我什么时候讲怪话？是你讲怪话。你有什么证据说我讲怪话？我都讲的是正话，不是怪话。谁说我讲怪话？谢谢巧克力。你们之前去寺庙里面会不会头晕？我以前要是头晕头疼，我之前去就是。不会吗？那为什么我会呢？什么？我可能被什么？你才是妖精。我不是我没有讨厌檀香啊，我不是自己也会在家点那个檀香啊。可能是妖怪。你说我要现原形了，那你说我是什么原形？哎，我觉得我好像那个葫芦娃里面的那个蛇精。我说是葫芦娃里面的蛇精，因为太可怕了。紫罗兰精那还不至于。爷爷就是那个。但我的确去的时候会头疼。人不舒服，反正就很难受。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去那个就是杭州的另一个寺庙，不是上次去的那个，就是去了之后就头好痛啊。不是灵隐寺，另外一个气场不合，也不是法喜寺。我那个是去一起的，我是去另一个杭州另一块，叫天目山那边。对，我在那里面头太痛了，我本来去拍照的，结果我头很痛，我都没拍几张，太难受了，然后回去还生病了。对，我就再也不想去那个地方了。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员工，可以听你讲这些。过敏也会。你才要被收了呢。气场不合，我的气场是属于什么气场？可怕。香的原因吗？明天游西湖，你跟我去游吗？你跟我去游我就去游，你不跟我去，你不出现，你明天我就不游，怎么样？你明天要是没出现咋办？明天我要是在那边看到有人要跟我们讲话，那我要用白眼白死他。你要知道的，我这个白眼就是，我要举报你，爆破你，看看谁敢，直接让大家都认得你。对，那说的都知道我要去了，那有什么意思呢？就不去了呗。你觉得让我们不去了？对，我体弱体虚嘛，我也觉得应该是我那一段时间可能身体不好，所以会这样头疼。谁去我就把他一脚踢到西湖里面，让你进去游泳。对，请粉丝远离偶像。哦对，我的头发，我今天头发真的，我昨天刚剪了之后有发现吗？我这边上变薄了，没有那么厚了。一眼就看得出来我在房间吗？然后后面头发是怎样的？这个样子。看不出来，好像我也不知道。我看不出来，我看不到。你在胃里面是不是？我看不到。不是在那个卫生间里面。谁坐船呢？现在谁还划船呢？都电动的好吗？都开船了，还不用手？呦，倒过来，吓人！口口一刚刚说什么来？我都没看到，他一来我的手机就倒了。你摔倒了？你怎么摔倒了？你摔哪儿了？他说他什么？在你的直播间摔倒，怎么回事？哎，从哪里学来的？好的不学啊，这种油嘴滑舌的就学得很快，是吧？但是开始赛红太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你想要什么？你直接说吧。我带了很多。哈哈哈，扣一，我不在的日子里有没有想念我？好直接，就是对，就很直接。就我昨天看到了一下，没什么，没什么。谢谢荧光棒。想什么？谢谢荧光棒。你不敢想。什么东西？自己笑，谢谢荧光棒。放个耳朵，小心把你耳朵给拉下来，放耳朵。还有什么？不知道。我看到了你变成一头猪。怎么样？谢谢荧光棒。谢谢你的皇冠。每次你变成了一头猪，我每次就是 Coco 一，他能睡好长时间，我好羡慕他。就是我走的时候他在睡，我回来的时候他还在睡。啊。你下次好像说了些什么东西？
无语。再说，你先再见。好了，我先走了，再见。就好了嘛。谢谢奶茶。真的假的？你要去干嘛？去马桶那边直播。不行，回来。竟然嫌我声音太吵了，那行，那我走了，我回上海去了。现在几点钟？11:55。啊，不行，卡了卡了，不行，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卡了，你那边网，你那边网。啊，我就走了，我，真走了。我卡了，你卡了吗？我没卡呀。这马桶好卡啊。马桶好卡，但我没叫你去马桶上，上去那个直播呀。啊！干嘛呀？我天哪，我耳朵炸了！竟然能够。马桶怎么会那么卡呀？不不不，你把这个拿出来。我嫌你吵了，现在。好吓一跳。不行，马桶的网太差。马桶太卡了，堵掉。那完蛋了。哎呀，我怎么挂不住了？那完蛋了，那到时候重新上马桶不能刷抖音了，不能流畅的刷抖音了。不能动，哎呦。不够通畅。算了，就这样子吧，我拿手，我用手拿着吧。拿着这个嗓子。这个没有用好像。因为不行，它这个。可以啊，你就用这个。不行。保两层。不可以吗？嗯。你是不是傻呀、啊？这东西。就这样子吧，还好我的手机也没有什么。什么？你自己站着。耳钉，哎，我也觉得这个耳钉挺好看。哎，这样子就行，我不动它也不会怎么着，就是。安定一下这块。我可以悬空，那倒也不至于，真的。闪闪发光。啥玩意儿？金水。什么吹一口气？能够说一点就是有用的东西吗？就是说一些就是能够让我回答的一些东西。谢谢荧光棒。真是闪闪发光，觉得好神啊！我没有腹肌，我有的只有骨头，真的。可我一怎么走了呢？竟然走了。失控玩家好看吧？就还行吧。你是狗吗？你要看骨头干嘛？真的是，谢谢荧光棒。可以。你像楚吗？我觉得还行吧，也没有那么像楚吗？就是至少能看懂。他给独角马。不太懂。我觉得我还是穿我自己的衣服是最适合的。哦，真的是。我今天穿的那一套衣服，我要哭了。我之前都要搞一个美甲，不然一举产品就觉得我的手特别丑，太短了。被封印住了，短裤吗？哎，你怎么知道是短裤？也不能叫短裤，是半短裤、中裤，对吧？太胖了，胖什么？你怎么看的？我怎么就不知道？怎么看？我怎么自己都没看？为什么？为什么配马丁靴？因为我穿了这个裤子，当然配马丁靴了，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虽然我也可以穿球鞋了。凭什么你叫我给你看全身，我就一定要给你看全身？我跟你们说，我再也不跳欧盟轮回了。我自从那一次跳完欧盟轮回，我的腿上又是青块紫块的，窒息。这辈子真的再也不跳欧盟轮回了。对了，我的生日改时间了，改成3号了。我的 week 呢？有影响吗？因为说4号的话，因为之后就是，哎，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要这样。他们今天开会的人说，因为4号的话有很多就是 TOP16要去就是巡演嘛，巡演的话就怕时间上来不及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让我选1号到3号，我选了3号。我想想3号和4号时间就一天，应该没有太大影响之类的。然后问了一下规格，就是我是以怎样的一个标准，好像我可以制定哎。就是我今天不是今天，就今天他们去问了一下，那我是不是可以
前四首想跳啥就跳啥，我也不知道，我也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样，但是我只有一个，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就可以多跳几首吧。那我这样是不是 MVP 就可以不用了？就只要是生日公演就行了。有点乱，我等五折的生日公演，就是他扣后五折生日公演结束了，我再跟他们细聊这些。不是呀，你没有 MVP 你也可以跳啥都能跳啊，不是就这个意思吗？你看五折的不就是对吗？是这个意思吗？不是，我说 MVP 可以放后面啊，懂吗？好像是这个意思，我也不知道，我再去问问。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可以玩游戏，就是像他们说规格可以和一七生就之前的生日公演一样，好好想想的确是啊，之前他们生日公演是那个样子的。谢谢荧光棒。那我是不是可以玩游戏？我要玩国王游戏，必须玩一次。KTV 不开 ，KTV 没啥。我要玩国王游戏，我上次玩的是什么？我忘记了，我去年玩的什么呀？国王游戏。谢谢荧光棒。对，之前我玩的啥呢？我自己也都忘记我说什么了。谢谢荧光棒。因为我当时不太了解这个游戏的，就是规则。我这一次要研究一下，或者我去买那种就是好玩的那种掷骰子或者是什么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玩一下。真心话大冒险。小心坑自己。那应该也没，我不怕。真的没用，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它好？谢谢奶茶。然后还有什么？前四首位。前四也不是前四首，也差不多前四首。然后保还是要保，对，还是正常的，因为我对正常的还是有 MC， 就是正常的大家给生日祝福那种。还有什么来着？就好像今天我们做出的时候 K4 上位。来第一首，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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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会跳了，谢谢荧光棒，我要前四首把大家跳死，好让大家跳吐，然后本来是化了妆蛮好看的，结果跳完前四首那个汗，跟鬼一样。对，因为他们说我这样可以，就是。什么？不的，他们会跳吗？我忘了，我也不会跳，最主要是我自己吐了，到时候我自己吐，然后中间不行了，跳不动了。后辈们给我们写，给我写信。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好像没打，我要给他们给就是。写信不能超过1000字，不能超过500字。其他的我都不怎么。已经很多了，不能超过200字。冷餐，对，冷餐还是可以唱歌，我唱2-3首歌吧。我感觉好像也不能唱太多首，2-3首自己想唱的歌。然后聊聊。因为好像冷餐好像只有半个小时吧。我反正是记不住。用100字。太多东西了。着装没有要求，穿了衣服就行，穿上衣服就行。不知道，就是吃东西吃的比较狂一点。冷餐有读信环节吗？是我要读应援会给我的那个信吗？那不一直都有吗？是浅色了，我这身本来是红色，它那点亮闪现变成粉色。那个一直都有，然后还有什么来着？没有啊，还有挑礼物环节，对。就是那些环节都有，只是把那个拿来拿蛋糕的那个环节改一改，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了。戴什么头套不戴？我觉得不是有形象。有些东西就是有些就是节目，到时候我先问一下，我觉得要大家有时间才能够表演，如果真的没有时间的话，可以下次，反正还有机会。我觉得
蛋糕我买还是你们买？如果你们真的很想买的话，我也是不介意，你们可以买一下，对吧？然后就是嗯，对，啦啦，就那样。最近觉得很感觉你们就是很努力，就是我不能够，就是让你们，就是你们想要的那种心情，我不能够，对吧、啊？要满足你们。我也会买，到时候看呗，反正。我想买了。什么蛋糕要1000块钱？哎，我昨天才看到了那个盲盒蛋糕，我想买那个蛋糕。哎，一下子说出来，没意思，不买了，你们自己买了。就是那种盲盒蛋糕，对，就是那个什么牌子我就不说了，就真的可以抽。迪士尼还有什么各种星座蛋糕，是星座，反正就是可以抽盲盒的那一种。对，就抽出来就一个，应该是那种小的，就是很适合就是一个人吃的那种，就是到时候抽盲盒一样，我感觉蛮好玩的。盲盒，对，蛋糕都有盲盒了。你们只能买公司，那你们就买一个公司，就意思一下。然后我跟那个说一下，我要买其他的。什么？你听不见？听不见啥？网卡了。玉蛋糕也很好吃。公司，哎，我怎么咳嗽？我今天说了太多话。好利来的盲盒蛋糕你怎么知道？你们就说出来了，到时候上海不送了，全卖光了，那我就没得买了。那我就再见，你们自己喝白开水吧。最主要我想看看那是什么，就是每个人那个蛋糕能够抽出来，打开哪一种风格。对，在北京。但是如果那一家没有的话，我要找其他家的盲盒蛋糕看看，就想玩一下。可以带月饼吗？不是有冰淇淋月饼吗？好像。芹菜月饼不是有香菜月饼？我应该是着凉了，咳嗽，就是今天还蛮冷的，就空调冷。对，香菜月饼没看过吗？热搜都出来了吧？昨天当然想要开空调，不然要热死。当然能吃，为什么不能吃？那既然做出来，那肯定能吃。什么黑化了？反正我不吃香菜这就行了。数据机器人多喝热水，我也觉得空调开的比较干，还行吧。外卖到哪了我也不知道，他在路上。我不喜欢吃云腿月饼，哎，真的，就是我还是喜欢吃那种冰淇淋月饼，还有豆沙，还有蛋黄的那一种。您要牛肉干吗？牛肉干你要问谁要啊？你不能问我要，你可以问你的朋友要。月饼差点话不会讲，卡了吗？但估计是卡了吗？不知道。榴莲月饼你吃过吗？没有，看起来很好吃。对，我好像我也不记得。我之前用过快手，之前是为了看一些整冰皮的嘛。外卖到了还直播？外卖到了直播干嘛？你看我吃呢，连吃东西都要看。那你俩不是睡觉的时候要看看？也不是不可以，那还是不行。然后后来我就去看吴老师了。哎。睡觉有啥好看的？睡觉就跟那里像躺尸一样，真的。看着吃呗，那不行，我点的有点辣，哎，吃的时候又要说了。谢谢肚子饿别人，就是说我先就跟你求我也没有用。我说
谢谢荧光棒。我们说怪话可以，但是呢，不要再。我们不说怪话，我们这我们都很正常。直播间说公演可以说啊，公演自家公演的直播间封了就封了，别人家还是中立的。打个预防针，反正我是不说怪话。我也不说呀，那你笑我什么呢？我每次说完了笑。还有你今天那个叫什么来着？对视，我根本就没还，我啥表情都没做，那一场就笑。我还准备想做这样的表情。来来来，没就这样的表情。就这。对，我还没开始举上来呢。我就那个就是讲就是很正义的看着我笑。我就是一开始就很正常的看我，你就没两秒你就笑了，最重要是你笑的跟狗一样。如果就是在搞笑，我反而不想笑。是吗？很真实，我就觉得很好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搞笑的时候，你不还是笑吗？你搞笑。我也不搞笑呀，最主要是。我也没笑啊。那样子太搞笑了。不是，真的是一脸真实，你知道吗？就觉得很好笑。我现在想起来很好笑，哈哈。你们脑补一下一个很正直的。他们脑补不出来，因为他们没见过我。啊，不对，他们见过我正直的样子，我在说什么东西。然后在你面前疯狂的正直，就觉得。怪话，反正打起来。你说我。什么叫没见过我不正直？这什么意思？我明明就。我哎。我好像正直不起来，哎，不是。什么东西？不是。切掉，剪掉我。我好像就是一直都很正直，所以我不需要装作很正直。谢谢荧光棒，我没有。谁跟你说我私下玩很大？就盯住那种。这话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就传来传去，就搞得好像我就很那样，明明就不是，好吗？你最好是。老板啊，我明明就不是。嗯。所以嘛，像这种东西就怎么说呢？不能够在。我，你看看我以前表演的那些东西，而我之前演的那个美人计，我很正常，懂吗？我。不是，开玩笑的啊。嗯，好好。对，然后我之前还跳过什么东西，跳过太多的东西了，谢谢荧光棒。那些乱七八糟舞蹈，就我就只有我的表情就是雷打不动的，懂吗？就说明我到底是怎样的。哎呦，手撞。追着不放，追着不放，登上了青青。我私下怎么了？你见过我？你跟我私下我很熟吗？你很熟吗？你想跳结伴吗？不想。多么可爱的首歌啊！分一颗糖糖。我这辈子死都不会跳这首。下课和你结伴回家的路上，边玩边闹就像打仗。正经人都不跳这种东西。有你呀，不是正经人都不怕跳不正经的东西。谢谢奶茶。就是那种对吧？就怕暴露自己的人就会怕跳这种东西。我不跳这个，我要跳我就肯定跳别的。有你呀，我呀啊。对，我们正经人都跳 night to night。 那是太正经了。哎，我发现今天直播间的那不也不叫姐姐了，那叫妹妹。她好会呀、啊、她都研究过我们了，她都对，她都知道色号。对，不是色号，我说的是她那些其他的那些东西。什么东西呀？就是很多东西，就是我感觉她很差一点点啊。对，她很研究了很多。那也很厉害。嗯。没准是看过超话对。选了天气手。哎。哎，今天什么东西我填了 night to night 啊？你填就是你最喜欢的那个、哦、双人作品是什么？哦，那是 night to night， 你知道为什么我选这个吗？因为现在的我不是生病的我，所以我。哦、那确实。跳的应该会比之前好一点。哎，为什么有订单？而且是在大舞台上跳的，就会好看。可惜没有完成。谢谢小草，要经常。谢谢奶茶。
什么叫因为我是男的搞得好，哎不对，我也不是男的，搞得我好像之前没有跳过这种。对，你就应该跳一个就是性感热舞。没有，我这边都没有说对。有人说对，快把队刷起来，对。不，我这边没有，谁敢刷队呢？我立马关。把支持刷起来。好了，我关直播了。我关直播了，应该写不对，懂吗？能不能说反对的话呢？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是被迫跳，因为当时。谁问的？是小朱还是小朱老师还是另外一个 staff 忘了问我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谁跳就是第一个唱歌的那个人。然后好像你说你跳，然后另外那个也不知道是小朱老师还是那个 staff 笑了，你没有看到吗？没看到。他那个表情啊，应该就是小朱老师笑了。他只是觉得哦。没有，就你接下去说呀。哦。合适，不愧是我。我笑了，我笑了，就是。你肯定觉得自己很适合。卡了卡了卡了。哎，关键时刻就卡了。对啊，关键时刻卡。好了好了，你再说一次。没什么，我说啊，我说你肯定自己觉得你自己很适合吧，心里内心。说呀。声音都可以尝试一下吗？就是大家都你不是没你有尝试过，你不是尝试过了吗？你不是尝试过了吗？没有啊。你不是经常尝试的吗？经常尝试。你也跳的那个浮光，你不是尝试了吗？那个不是很。那你要怎样？啊、你自己说。哎，好像不是我阻止你的，就是你也只不还有爱恨的泪，你也不是吗？也让给你啊，让给。让给我是吗？对，就是让给你了，真的是让。就是让。你让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很适合。哎。一体同心也。哦，对。那是因为是你的那个，所以我就不去拒绝。放心，等我生日的时候，你没得好。哦，不对，我要说什么东西，就是你。那是什么东西啊？没什么。那就生日公演，那我没有爆破啊，就是生日公演，那肯定都有，这是个人都知道的事情。没有想好搞什么节目，因为我们本来是想。我们都跳过了，好像没什么要能跳。我本来想跳 H 队的新公演的。对，然后三首歌。你跳，你知道为什么我让他跳那个徐阳玉卓的位置，因为那件衣服我穿不了，不是我穿不了，我觉得那件衣服对我来说肯定很大，真的很大，就各方面都很大，所以我肯定穿不了。就我被迫，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把这件衣服让给了你。是不是让给了我？没有，我觉得原型就是这样适合我。笑死。那我会笑的。大边，为什么要笑啊？我觉得我那个舞蹈我跳不下去了，我就感觉我会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你棒啊，就举起来还正圈呢。你行不行啊？可，我又不是没有举过。嗯。我们去那个西北的时候，那沙漠那里。那是让你让了几次才举？大家有技巧就能举啊。哎。还有冤，对，我本来是想跳冤，然后还有这首歌双人曲，然后我自己还想跳一个16人曲，结果不能跳，行吧。以前我记得好像是两个月就能跳，还是20场就能跳，我不记得。做个男人吧，求你吧，求你吧。我很早就想，然后结果不行，被拒绝了，被他们开会拒绝了。20场，对，我记得是20场。我当时心里想，如果20场没有到的话，我宁愿把我的生日公演提往后推迟推延。因为我没有东西可跳了，说实话，我这8年在这里面感觉什么都跳过了。跳过的话可以改变。哦，不，我跳吐了，我都不想跳了。可以跳
你不要跳级，我不跳，我不喜欢的歌就是这样。就两只黑猫疯狂扭动的性感舞蹈，你喜不喜欢？我觉得他不性感，我觉得他有点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形容他比较好，就是这样。你们嫌弃我们的公演曲？我根本就没看你们公演，不是嫌弃，我是看都没看懂吗？你居然嫌弃我们的绿头鱼？没有嫌弃啊，绿头鱼又不是你，然后就不嫌弃。如果是你的话，那就嫌弃了。绿头鱼是什么啊？那个东西。无语。无语了。什么东西？上帝啊！我是没有看，他拿给我看的呀。懂了吗？看什么？绿头鱼。我是没有看呀。我要解释一下。你不用解释了，就是这样。没有，我跟弹幕说话啊。我跟我的家人说话。哎呦，俺了不起了，家人嘛。是吗？哎，来家人们啊。懂了。你们总是说我那个是玩儿棋是被迫的啊。我跟你讲，那天在 S 队。什么什么？自己人？不，我跟你们不是自己人。我不是。我是独立的我自己。然后王瑞奇突然给我发条微信。说，我知道明天吉娜要干嘛了，然后给我发了好多表情。你有滴血验亲吗？谁跟你是家人呢？刷屏好心动，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当时我觉得事情不太对，然后我说刚刚是那个双人曲，我那个唱过了，我唱过两遍吧。不是你唱这首歌，你说你这 rap 让谁来呢？就是我们也不要毁这个歌，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一起唱那一块。那个 part 显吧，反正那个头套和那个芋头在楼上。我不来。他说这叫什么？怎么唱的？又叫 callback。这不是 KY， 这是 callback， 不会歌词。好吧，行。我不可以，我不想可以。我之前唱过两次吧，是跟毛毛合作的时候，对。啊，是谁又瞎起哄？什么小动作好多，不行，我这个不行。我没有唱过这种的。然后很多结伴。我这不行。那你们上去跳吧，你们那讲了那么多。都只是来自王瑞奇的整活。占据是真的很油腻。就是他那一句也很油腻。我咋知道呢？我也没怎么仔细听这首歌。就真的很油腻。我可以去油，哎，对，说的好，我可以去油。主要是我来看了，因为我本来想说，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去过油。我不知道什么歌在我这边能够去油，说实话，有哪些歌是油的，我尽量避开它跳。飞扑舞蹈，谢谢跳上月球，我每次都不看。真的假的？我跳了就不油腻吗？每次就是我，就算不看我也会知道什么，总会有人艾特我，总会有人发卡的给我，总会有人发给我，被迫不当，对。人间洗洁精这是什么东西？别人都是人间什么，这个叫什么来着的？什么什么仙女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到我这就是人间走路机器，人间洗洁精，那也是不错的，与众不同，蛮好的。对，别人都是什么人间柠檬小柠檬什么什么乱七八糟，就是那种什么就是夸人的那种东西。然后我还在弹幕看到大家说什么掉和不掉，结果严俊没掉。人间尤物，那就算风油精。对，我不是洗洁精，我是走路机器。然后他下来之后，他说很酷，他说真的吗？瞬间就出戏了，本来觉得很帅。我的表情从这儿到。对，我说哦，严俊，酷，我想夸他一下，结果
就瞬间出戏了。只能这样。对，就他穿了一个非常酷派。你们说我生日公演的时候，如果我要跳一首比较帅一点的歌，寻找谁做我的搭档，做的就是帮我伴舞，帮我一起跳。你就你就你，我们队的谁跳舞比较帅比较好，我要开始挑人了，我要开始，我们队的，我们队的啊，我要把我们队的人都叫上，让大家都参与一下。我等他们就是等五折生日公演完了之后，等他们都空了，然后就开始拉群了。就是分开看了，就是一定要分开看，分开听。谢谢。你说，像，对，哎什么？太多了。我想让刘泽燕去跳。我没有看人格不统一的意思。刘泽燕去跳那种。很帅的那种，他会哭吧？让菌菇去跟我声唱，他会哭吗？让他跟我声唱一首歌。双子座不用人格，对，谢谢是口腔很简单。菌菇是琴声，他可以跳 K4。笑死了，我不跳 K4， 有人哎，那有人想让我跳 K4。暗示是呗。暗示。那其他的聪聪也是琴声，感觉就你对很适合跳一场。把甜甜和小爱啊，不是甜甜和小爱，甜甜和那个聪聪再一次和我跳那个什么一笑倾城又出来了，我现在不想听到一笑倾城这首歌，太可怕了。对啊，我也是七成，你怎么知道？哇，你好聪明，我也是七成耶，我也跳 K4。 美杜莎，美杜莎之前跳过了我，对啊，但是也可以再跳，因为上次在那个演唱会那上面那灯光真的是太差了，让那个刘增艳跳地板的动作，哎，就是那个乌达乌达的，不是乌达，我要唱起来了，乌达那个地板动作，让他跳，从那个地上这样起来一下，你跳吗，乌达？跳吗，乌达？乌乌是什么东西？你要想一个理由来我这跳乌达，你要因为要踢掉一个人，你要你的内心。就有个人请假了，那我就肯定去。谁请假？什么东西？好可怕啊！哎，我请假，我请假，你去跳。花园舞曲，花园舞曲，我跳什么呢？我只跳过女生的位置。你可以跳就是三花一女。为什么呢？他们不要，他们让我要跳那个男。那就不是说好的不要让我当男人，怎么要让我跳？不是，最主要是我跳。啊、我知道，他们是热版的。是热版是吗？你看过吗？没看过。就是。我都没看。十一个女的一个主折。招架不住呀！好可怕、啊。是热版的，我觉得、那个。我没看过哎。我要去问问武哲他当时的心情是什么。看你觉得很爽吧。我觉得他不是这样子。大家都主要是高人章啊，就好像看你。我觉得他不是这样的吧。他戴假发，哦，我好像记得他有戴假发，我当时只看了武哲，因为我在笑他。我说武哲那假发。谢谢吃口香糖。我都没好意思跟他合照，因为太酷炫了，因为太多人了，还要排队。你现在可以找到合照，我给你放一个通道，我这里可以走后路。走什么？我现在跟狗合照。哎，也可以，不是小花了，那小白，小白很上镜。好的。你看他狗的那个合影圈。捂着害怕被吃掉啊！太搞笑了。无所谓，煤气罐。不是全员就是，哎，我上好像我感觉我也跳过花园舞曲啊，就是那男装公演的时候，不过那一次跟神经病一样，我说，因为我生病了，感觉好像人不太行。对。这样不好。洗刷一下，我跳了，对，我跟默默也跳了。谢谢。
跟默默跳了，所以我跳的是女位那时候。之前不是喜欢拍一些那个口条嘛，就会说吓人，欢迎加入 SNK 吓人，我们是 team 打妹，就好像是叫他们不要加入一样，很吓人，就找我们队拍这种口条啊，三奶一高那倒也不至于，就是像16个人给你比块糖，还全队夜蝶的，我怎么觉得好像有跳过全队夜蝶的，还是跳的是寒夜，还是跳的是关不掉啊，全队的。我好像记得有过16人吗？有吗？加入我们吧。关不掉，一点也跳过。嗯。我觉得就是这个风格。有全队的夜蝶，哎，我夜蝶是跟谁一组的，还是自己呀？都忘记了。但我还是比较担心是换衣服的问题啊，这个。我跟思思一组，不会吧？我眼睛瞳孔都。放大了，我跟思思一组跳夜蝶，那小爱呢？小爱去哪儿了呢？为什么是我跟思思呢？小爱那时候是不是生病了也？我没有 KY， 就是大家都好朋友好吗？就是一般如果小爱在的话，思思绝对不会再找我，我只是一个备胎。我自己很明白我自己的定位，懂吗？备胎两个字。对，你怎么？好绿。小爱不在，我知道小爱她前几天有怎么让那啦，对我清楚，我心里明白的很。谢谢，再逃对，我因为我记得我二选的时候跟思思小爱他们去那个海南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电灯泡，我一电灯泡当了这么多年了，真的是。对他 KY 了我，所以我要回，就是要不是报答他一下，我要回敬一下。小爱肯定心里想没关系，嘿嘿嘿。他肯定是这样，不是他那个嘿嘿嘿就是正常的嘿嘿，不是像我这样子。那就是很正常的那种，对，嘿嘿嘿，就这样。嗯、礼貌，对。他说下次继续。不怕。我做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不想跟人一起，怎么说呢？我不是16G充了呢，我的手机真的只有4G。哎，对。别人都5G，就我4G，我比别人差。32G，128G。你也4G，换手机吧。不，我这手机。好吧。对，外卖来了。为什么我没有点？就是打了我的电话。你填的我哪个号码？填的，就是那个，对你。也只有我那一个号码，我还有另外一个号码，你不知道吧？哈哈，需要知道那么多？那行吧。要给点隐私和空间吧。对，那号码只有我妈知道。哦。当然，我也不用那电话号码打。你说我不打电话的。然后。不太行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刚刚他又打电话给我，可能是要去拿了吧，还是什么？不太懂。回来来一个吃播，怎么吃？你告诉我，吃什么？外卖不接，因为我们楼下有包。哎，算了，我先去。去哪了？长什么样的？先放着。你知道，你没有见过。买。不用了，你太慢了，我一个人去。先放着。一起放这了，下到你。哎，我们直播弹幕，直播弹幕好不好？走了。
你在外面狂叫。哎，让我来看看我的食物。刚刚那个外卖员直接拿送进。对，他直接拿上来了。这样子。老天爷。这样，对，很快，立马回来了。我开了飞机下去拿。我干了件蠢事。怎么啦？啥玩意儿？你为什么可以？啥玩意儿？没懂。我是外卖员。别，我心里想你怎么可能会把我的号码给报？你说人没傻到这种境界吧？那是外卖的。吓死我了！啊，我要被无语死了。好恐怖呀！哎呀，我外卖员的号码不知道，你们不能骚扰外卖员哦。哎呀，你点了啥？点了面。哇，怎么这么多？你不会？虚拟汉堡。哦，好吧。我点了甜水面。我以前很喜欢吃甜水面。外卖的有没有？哎呦，好重啊！它两个猪一样的，点那么多吃。对，我以前经常吃甜水。那是你、啊。我说的就是还有那个。什么东西？甜水面超好吃，我之前就是在那个网上，之前就是也不知道是谁介绍给我的，就天也没有天天吃啊，就经常吃，真的是。因为之前也很喜欢那个毛毛给我带的那些，就是凉皮啊、西安的那些东西。哇，真的好辣呀！但是我就是很想吃，就一下子。这是我的鸭血。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这又是什么？这是串串，我点了串串。这个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成都吃这个。成都，你这是杭州。嗯，你告诉我们地址吗？大家都知道了，都知道你明天要去西湖了，这。我真的是。我明天要去成都。明天反正我谁看到太古里、啊、我要是看到了什么，我就一脚把踢。我要去太古里。就没有太湖。哎呀，有点太油了，要拿一个那个纸巾。这不是纸吗？你傻。哦对。啊、不是，当我没说啊，我错了。什么东西啊？你自己在那里。演戏。我还什么都没说。你还没反，看你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就把气氛搞僵。你这样搞得好像你很卑微的样子，然后何必呢？没有啊，只是演技，好吧。是吗？这是什么呀？这个是啊、哦，冰粉，你有点吗？这个。冰粉我没点，这个是点了一个，我怎么感觉你好像点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嗯，豆腐。对，你不是喜欢吃面鬼吗？是什么？高山豆腐。嗯，但我不能吃很多。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拿个什么椅子过来，要不？哎，或者是，我想想，好像不能移动。那你坐哪儿呢？我坐哪儿都可以。你坐哪儿都可以。那你坐椅子上吧。我坐在这沙发这里。你那沙发咋吃啊？你这。嗯，等会我先把这个他们说腿上坐哪个腿上，这个桌子没有腿、哎、那就坐腿，坐桌腿上，那你坐呀。下来了。哎，跪地上是什么东西，何必呢？哎，我们我要去，哎，把那沙发搬过来就好了。今天还没有吃完饭，今天就是8点直播嘛。对，就是今天我们一起来就去坐车了。好了，我吃了几块零食，搬过来了。你坐沙发还椅子啊？自己选。做什么行李？想想那就算了。哇，这个是什么吃的？土豆。啊、哦，不行，我受不了了，我要先吃一个，我已经等不及了。再等下去，我要叫了。先吃一个小土豆。怎么了？谢谢。
谢谢小慧。哎，这个上面有好多葱啊。我软吃葱。土豆，土豆，你是地瓜。对。傅小姐在成都。让我先吃两口再说。你为什么还要截个图啊？截一下他对我的暗意。恶心心。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吃的。看我的表情。哎呦，挡住你的镜头了。我的表情就是这样。什么看不见？没。我现在眼里面只有植物。我这辈子都不会说这样的话，反正。这就是人与人的区别，人与人的层次。大菠萝。那你们有看过那个《分手大师》里面的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老头，名字叫老菠萝。哇，脑花，好了，我要吃东西了，我再见了各位，我不跟你们那个了，吃比较重要，你们不重要，再见了，这就是人与人的层次，再见，拜拜，各位。